韩国男神宋仲基跟女神宋慧乔今日双双飞到法国巴黎享受二元假期，而也许因为两人出没的地方都是著名的旅游区，因此双宋连日来遭不同国家的网民连环捕获，偶遇他们的几率比他们在韩国的时候高出 N 倍。而这几天除了双宋甜蜜逛街的照片不断被流出之外，乔妹妹也透过社交账号公开自己在巴黎逛街的美照，不过就因为腹部微微隆起，引起很多网民质疑他已经有喜。最新又有韩国网民公开了双宋的合照，不过相比起之前那些类似抓拍跟偷拍性质的照片，这次双宋就非常工整地出现在照片中，照片的清晰度简直媲美两人出席公开活动时候的新闻图片。可能是因为被同乡捕获的关系吧，双宋毫不避讳地跟同乡合照，表现得非常的大方。而乔妹妹虽然是素颜上阵，但是依旧遮掩不住她的美貌。因为乔妹妹疑似怀孕的说法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，网民继续聚焦乔妹妹的肚子，结果发现这次她的小腹还真的就自然隆起了，令她的有喜传闻更加逼真。另外网民也留意到乔妹妹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戒指，不知道是不是宋仲基当天求婚的定情戒呢？